猫鱼，是猫鱼，是猫鱼，看吉林哦。就是资工系那个一号是，那个那天有在练的哦，对对对，那天有看到他在练那个，哦，哎呦，物理系先跳到了球，哎，绿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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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我投出去了，打两分，哎，这个名。这个到底是不是明智的选择？我们看结果嘛。这个其实还是很有想法的，上来先得分可以决定这一节的走向啊，对不对？黑蓝的那个就是名言，就是一上来就得分会决定这一节的走向。两队都不走绿尖流啊，还是绿尖只在关键的时候用？哎呀，被帽了，应该是那个的球啊，对啊。物理系的被盖了一个帽，绿尖射篮被封盖了。可惜可惜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机会可大。但是我觉得物理系上来这个两分可能会决定这一节的走向，对不对？黑蓝梗，这个走向很重要，走向很重要，流势很重要。哦，哎呦，这个、有啦有啦，漂移果然决定了走势啊！哎呀，看来这一节物理系要先这个。能说还在可追范围内。对啊，但我只是说一上来的两分很关键，这很聪明的。资工一个七分打、啊，对，先打两分。资工在哪里？要不到球，要不到球，好远、哦！哎呀，被包夹了、哎！哇哇，几个几个、哦、四个！哇哟，好可怕、啊！哎，空了，那边空了。哎，这是不是？哎呀！啊物理系打得很聪明，物理系绿尖，物理系走效率流的、欸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对啊，四个夹一个、啊，很可怕哎、欸，想法，一定要严防绿尖，哎，开始，三手一，四手一，真的是四手一，漂亮啊，防绿尖，我们想看的就是这个，哎，买到了三分，这个买饭很关键啊，可以可以，及时止血，及时止血，买到了三分。射了！哎，奇怪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来来，要稳的，要稳。射了，射了，做个半秒的空档。物理系的哦，啊，差一点，可惜。对，有到有到。优秀了，嗯。因为他那个物理学，抛物线，抛物线，物理学，嗯。难说。嗯。哦。哎哎哎，完了。物理系现在还是掌握了一开始两分带的优势啊！真的，物理系的绿尖射程很远，哎，被看穿了，传球被看穿了，可惜可惜，我敲回去捡球。嗯，难道资工系有隐藏版的气息吗？那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。你们在干嘛？啊，刚洗。小熊是吉祥物啊，对啊，哎，又是自己来，又没有绿尖开干呐，稳稳稳稳运，稳稳运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哎，物理系啊，稳的稳的，真的是稳稳拿哎、欸。他们不求爆发，他们求稳定。物理系真的是很有张，很有战术打出来。哎呦，他们的防守真的很好哎、欸啊，很好啊，联防，你看三个人。哎哎，问他在盾什么？那个点可以投啦。对啊，我说哦。哎呀，这干嘛、啊？买到饭了，这个买饭也是。要靠这个来止血。靠这个止血啊，那很重要啊。这买饭干，这如果没有买饭，怎么就垮了这样子？一面倒，物理系掩护绿尖，曹操远球。哎哎哎哎，哇，稳的吗？稳的，稳的，又是稳的。物理系打出这种两分球的风采啊！到底
木鱼是有打出两分球。今天战线拉长能不能呢？能不能扛得住？短时间可以啊。没有买到，没有买到。又想买饭。哇。这个一看就知道。木鱼系感觉精熟不精熟啊？木鱼系感觉真的是很有策略，很有战术，很有想法。绿箭来了，绿箭来了。搭掩护。哇，还是出手漂亮。救回来，没出界，没出界。可惜，可惜。Hello。直通系的机会，绿箭有没有拿？为什么绿箭用走了？三个人在包夹绿箭，绿箭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没有，还是能要位了，还是能要位。要位出手接了掉，掉车啊！运什么？还要这样，真不会准的啦。可以下，一定要接球瞬间出。对啊，要高尾式投一下，然后开始运。这样不行啊！要接球瞬间就要投了。物理系绿箭再次打到框，哇！看物理系绿箭好屌，稳稳打框资工绿箭已经丧失希望。不可能啊，这个才刚开始，还有15分钟可以打，不要那么着急啊！人家是有进窝矿决赛圈的但是我是在窝矿决赛圈遇到他，那么强。对啊，人家资工系绿箭可是窝矿的这个台湾十人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不要小看，不要小看。对，工系所以是系学会长也是啊，台大第二，不是台湾第二名啊。对啊，我那个数学系的系学会会长，就是他已经进去当助理。你说那个第二名是？不是我们参加那一年，是在前一年还是前一季？就是你参加那一季啊，你打第七名还是什么？台湾区的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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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第二名是数学系。你说那个是数学系的，对。哦，我有那个觉得他很屌啊，因为他只上传了20几个策略。嗯，还有几条延长线？几条延长线？就你看到的这些啊？你还有白色的吗？有啊，就两条延长线，一条延长滚筒啊。因为我想看有办法把黑科技延长到上面去。哇，好漂亮物理系的。冠红，冠红手底，冠红手底。他两颗白色要用啊？啊？那么要接就要用啊，你要自己看啊。小峰没电了，因为我是看到上面滚筒而已。那你就去看嘛，没有要接你就拿啊，这还需要问？哦，白的吗？白的在那边啊，那个不是有接东西吗？我看起来有接啊，如果没有接你当然可以拿。对啊。但是那个看起来是有差的。不然就买一条啊，不然就买一条，叫那个谁买一条给他。我们现在应该有哇哦，一个赚两分。我们现在应该有控鱼能力吧，可以买一条线给他。小峰，去买一条，去买一条，找人去买一条。外面台风天。什么？外面台风天。有开啊，光缆应该有开。那个。你去跟我姐说，叫她帮你买一条。我姐在那边。对。物理系绿箭有没有？停手了，停手了。我，二夹三夹没了，可惜。物理系开始后继无力了吗？不犯规就是赢了呀，那很容易放枪的好吗？这种时候投两分，除了校队这种训练偶数的以外，对，没有人是心脏是扛不住的，对，总会觉得怪怪的，就是放空这样子。对，对，也没有买到，有买到，好是出界没有买到，出界就没买。他怎样才是有比什么？他不是握拳？对啊，没有他是比那个物理系的球，是不是？好，传给绿箭，好机会。没办法，那个时间点没办法出手，可以。稳的吗？稳的吗？出去了，出去了。防住了。有直通绿箭开始了，又被盯了。好防没犯规。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投了，哇，差一点，帅，可惜，就是这样打，看物理系绿箭真的射程可以，果然这种超远射手还是物理系比较能生产的，这种，大家看看个人赛冠军是谁出来的，这东西打了一个两分，
还跟着，还跟着，十二分嘛。好、啊，哎，漂亮啊！看物理系这个两分太屌了，稳得很啊，几乎颗颗中。哎，这边要买吗？没买到啊，没买到啊，没买到。物理系，哎，物理的那个策略真的很好哎、欸啊。对啊，用头脑打球，用头脑打球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哎呀！实用系下半场能不能逆转呢？火星人试验官方网站已正式上线喽！输入 projectmars.org 即可查询试验相关资讯。在火星人积分内输入学号，可查询现有积分。支持火星人试验。快追踪脸书粉丝专页 Project Mars 火星计划，一起成为火星人吧！不能再看，不能再看。个人赛就改成投资球啊，等下就说因为。你想要这个还是接？好好。好血汗，台湾人的奴性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觉得可能对他的那个，因为他的。你可以看他的作品集，其实有，比如说金色山脉宣传片给他做，就是创作品集。那如果没有到的人，他的手法也很熟。没有到的队伍，他们都自己走了。没到的就走，没到的就不管了，不用清点。我们就一队一队喊。就是不你，哦，也可以啊，就是我们一队一队喊，一队一队喊。一个场吗？还是两个场？一个场。一个场，一个场。一个场。对。哎、欸，看他记反了吧？哦，对啊，这样大气人，记分真的很危险，一个人是靠不住。哦，这东西的。可以抓了走步哎、欸。走步哦。好球！哎呦，物理好猛啊！真的帅。我还是要学物理学。杨宇真的假？哎，哎对，可以去问一下。哎，敢六分打吗？还是现在有谁是空的 ？David 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可以叫 David 去问楼下，就是要求开灯，要开灯。哦，现在还是对对，都喊在里面。冠啊，冠宏。冠宏也可以。好，跟我们去好了。你去楼下 B1 要求开灯。对。可以带董哥一起去。对。你可以带董正桥一起去。哦，有空档。球哎、欸。啊！哦，有空档。球哎、欸。啊！干、哦，这个球屌啊！空中。只差两颗，两颗，高尾四，高尾四出现了，漂亮啊、哦！好有感，空中，嗯，果然是当时有来练球的人啊。有啊有，我当时他们只是还在发热那个什么热身而已。嗯，十公斤的绿肩扛起重担，哎呦哎呦，物理的稳到底可不可以？高尾四包一。是吧？他们已经说出他们的策略就是四包一，就是四包一，好可怜哦。里面就是让他放着哎、欸，真的。但是这个两分还是很透，我是十分差。如果每球打两分还是有戏的、啊。对，对，这个不好说。嗯，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海棠打那个。
就是还没起来的成名吗？不是打清风那场，就是打同皇，就他们不是就差八分嘛、嗯，然后互相都那个。我再也不会崇拜你。就互不相让，我只是说就是分差很难拉。我有空档做出来、哦、啊，可惜。我说分差就是那个互不相让这样子，就是大家都一直得两分或一直得三分，就是反正就分差互。哎，有机会吗？这个绿间重责大任啊，物理。回来回，16，没进，急攻进，不稳了不稳了，缩小分差，绿箭投了，不行，哦，没有买到，干，太可惜了，没有买到饭，干被物理系交集了，就是稳稳拿两分啊，气焰呢，12可以。但是这时候如果来个七分球，就拉回来了，还是可以的。这种叫七分球的规则，而且还有最后的死球规则哦。对，死球规则跟五包一了，四包一，对，五包一。哦，可以吗？没有，太可惜啊，可惜。那个有点难，我觉得正面比较容易打，然后45度角有篮板。对啊，好，哦，啊。上射了一个，哎，干！我忘了要地球 ，bug。然后我在地就好了。看你地儿跟他怎样？啊，没事。怎样？哎，你地儿谁来控制？这也会有问题。这边放着就好了，半场而已啊，还半场的那么难。哦，你说只要这样放的，对啊，哦、好像是哦。还有防御点也在这啊。对啊，就是我们打个人赛。关键。哎，干加错边了，靠呗，干这很关键，不要加错了就变四六。十分了，追哦。十分差还可以耶。哦。有效啊，干。这个超远长射，哎，是今天第一个半场，第一个没有过就射的，对，看不愧是物理系的绿箭，这个懂的哎，哦，哎，进来，哇，哎，进入洞了，开始哦，两边的绿箭秀开始了吗？绿箭跟了，绿箭被防，被防。干，他要打两分嘛？物理系中还选两分，干。还没进。干。绿箭一个七分就逆转了，七分球就逆转了。我拿两分啊。放两分啊。绿箭还有。假动作之后，哦。哎呦，差一点啊。只差三分啊。干，物理系要请求暂停呢，物理系还是顽强的不请求暂停，干，太精彩了，有没有人半场？有没有半场？哎，没有，绿箭在哪？那边啊，哦、oh, 买到了，哦、oh? 竟然买到了，好稳哦，两分贯彻他们的，这种还是需要靠七分球，需要再一个七分球。需要一个七分球，选择打野的两分，不行啊，亏啊，没关系，这样等下还是可以射三分，就变一分差了、啊。这很有成领精神，先追两分，然后差四分，所以通常到最后都是落后四分，然后最后一个，然后打一个三跟二这样子，对，这还是可以的。绿箭要长射吗？被夹死，硬上，没有买到，干进了吗？插到了吗？哇靠，干竟然插到了、欸，七分差。真的要来了，要来了！七分球，只有绿箭可以拯救世界。七分，做七分。哦，啊！还有球权，可以。哎呦，有三分，只差四分，一分钟，这种时候不能犯错误啊！只差四分呢、欸，对啊，不能犯任何的失误。不能犯失误，到底要稳投？绿箭要投吗？投，买到了，哇！七分还是维持在七分，对，需要七分球啊，看，七分球拯救世界，需要七分球拯救世界，给了给了，哦，七分球拯救世界，七个四包一，四包一样，四包一。
吉林，喂，四猫一，吉林，喂，哇，哇，哇，李文祥，哇，进入洞了，进入洞了，太屌了，开一个半场的，还原颜色，来啊！出界、啊！看关键的出界，还有十五秒，停球，裁判球暂停，裁判球暂停。哎呦！哇！太鬼了！他们到底会不会因为骄傲而失败呢？那个真的是，还是因为这个气势？感太关键了！哦，这太关键了！这个好看啊！最后14秒，看没有想到啊！果然两个是势均力敌的，可以可以。好可惜啊！我本来有点后悔，就是没有继续读物理，看起来资工也还是可以的。那就是2000跟5000的差别啦、啊。不止啊，是2000跟20000的差别啊！你怎么大家打不赢秀德高校？干，都进入洞射成这样了。你看看湘北有打赢吗？湘北有得冠军吗？三皇打三皇。对啊。你说这种漫画剧情呢，只会出现一场，下一场都不行。他们三场就是多久？会30分钟左右。没有、啊、个人赛啊，所以对，30分钟。然后之后再打冠军。对，大概6点开冠军。哎，物理系没有援助啊，他们只有5个人。真的。5个人挑整天。感觉他有点体力劣势。对。资工还是有人数优势啊！哦，最后13、12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3、很关键，2、1，怎么了？裁判没有吹哨吧？有吹，灰人，一秒钟啊！有没有加秒？加回4秒。这三分是资工来物理的，资工的。刚那个灰人被吹了，就刚资工系被吹推了。哎呀！啊，对，物理得三，但中间有球权，他可以射七分球，还是可以赢的。对，还是可以赢的。可以可以可以赢。哎，甚至是最好的剧本啊！一定5-1，5-1，五守一的话，就队友也可以射三分啊，队友也可以射三分啊。真的5-1啊！没守到。啊！哎，太可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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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个头是有不同的头可以玩，啊，大家最常用的就是圆的头，那譬如说，如果你平常完全可以的，这里是砖头，我们就这样子，在顺时钟或逆时钟，大家这个击痛点的周围这样子按摩。对，那如果力道觉得不太够的话，这里可以加减，上。那我们最强到第9段，哦，真打手枪，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爽，对啊，超爽的。可是这样不就要别人帮忙用才可以？对啊，自己也可以，因为这是我们设计比较长，它可以自己手拉到后面用。全力。然后我们有这种尖的头。这个到底是按这都可以的？对，都可以。那这个尖的话，其实它是蛮适合打一些穴道。你可以看那种穴道图啊，那种穴道图。然后，因为每个穴道其实跟内脏是有对应的。火星计划肌肉放松筋膜枪优惠折扣码大放送，输入 projectmass.shop 即可查看商品。肌肉放松筋膜枪及专业震动滚筒，限时折扣码发放，结账时输入 MASS30 即可享有7折优惠，要买要快哦！超爽干，超爽干。